团的学子们演奏一首又一首的古调，悠扬的乐音回荡在整个葫芦墩公园，让人心情也跟着放松不少。趁着难得的周末假日，台中市繁荣葫芦墩促进会在公园举办了一场写生比赛，由于碰上好天气，也吸引上千位大小朋友挥洒创意。我们是希望透过写生的一个活动，让我们小朋友自己来熟悉、知道、认识自己居住的地方啊，自己的这个城镇哈。那我们丰原旧名葫芦墩嘛，我们也期待我们小朋友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了解我们自己丰原最美的地方。有的小朋友坐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也有选择坐在河岸的涂鸦。虽然外头艳阳高照，不过在优美的乐音、美丽的水岸景致衬托之下，更能激发孩子们的创意。一张纯白的画纸，不用多久的时间就变成丰富多彩的世界。对，还不错，而且孩子们可以就是画自己，他们就是想画，因为这次的主题我觉得还不错。去年没有，今年第一次，对对，第一次，很不错。感觉了，这个是墙啊，还有呢，还有很多人在玩，好玩。丰原葫芦墩公园有软皮溪流经，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河岸景致。台中市繁荣葫芦墩促进会连续两年都选在葫芦墩公园来举办写生比赛，装上这份故乡美，透过孩子们的创作烙印在他们的脑海中，而画笔下的作品也能跟更多人分享。郑丽佳华台中采访报道。